我是杨立州，这部纪录片我拍了十年。我保你有多久啊？13岁到这阵啊。爸爸就是你联络嘛，早无咯，见着我伊就改派，卡袂做你家己切就对啦。这是姓关系，我姓陈啊，爱姓李啊。他爸爸很严的嘛，李天禄。奇怪，他怎么跟他父亲距离很远的感觉？十年过去了，原本以为就要跟传统布袋戏说再见，但请你，诚恳的请你，再看一眼，看看这部我愿意说再见的电影。